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深刻反思，正视自身对乌克兰危机爆发和升级所负责任，停止抹黑施压，停止滥施非法的单边制裁。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国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都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而不用付出代价。美国有关议员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窜访台湾，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违背了美国政府做出的仅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反对武装台湾，敦促美国有关议员停止打台湾牌，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停止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